分享一下外婆看电视，前一秒眼睛认真看，后一秒耳朵认真听，翘二郎腿整理发型。妈完接着睡，剧情接不上也不影响她落泪，情到深处手中要有备。终于等到男女主相遇了，点点头表示很满意，又笑又哭又嘟嘴，乏了继续睡。都大结局了没嘞，你还睡过？大结局了，我忍不住叫醒他了，吃点辣的提提神。叫到颤抖。你们猜他在看什么？看吃播。半夜不点灯看吃播，看了还会点个赞优秀。